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今天要再度来到明治意面。今天天气这么冷，我就不东跑西跑了超冷。大姐你好，那我今天我就要那个小意面。那有生肠吗？生肠、大肠，然后地瓜叶，还有那个萝卜。谢谢。这边生肠我没有吃过，那是尝尝看啊。这边萝卜很好吃嘞，甘甜甘甜，生肠就是猪的输卵管，好说，这个母的才有，哦，母猪才有，公的就没有，哦，这样。我有吃过那个小肚啊，就先从萝卜开始的啊，加上酱油膏，还有香菜啊。好，很好吃的哦，赞。因为今天天气超级冷，所以小菜整个都是冒烟的。好，那这个小碗的汕头面，那它量就很多了。加上这边店家的酸菜就很美味。还有点绞肉，赞。好像有点感觉变成酸菜面哦，好假。你都来了，帮我喝完。那个短，哇，你妈丢了。好吃又实在
然后它的面很 Q 弹。推荐哦，赞，好吃哦。好，再是这个小菜啊，生肠。嗯，哦，新鲜好吃，嗯。这个油泼辣子很香，哦，样样好吃又经典。这生肠都没有腥味哦，嗯，好吃。哦，生肠就 Q 弹 Q 弹的。哦，这个要有腥味会很可怕。肥滋滋肥滋滋的好，嗯，然后那各位出门就记得要携带雨具哦。哦，这种小菜是蛮好吃的哦，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。嗯。哦，老板娘讲说都是用这个温体的猪肉，所以是这个美味的关键。哦，事实上我面还没吃完，想说先吃小菜啊。好，总之样样经典而美味啊。嗯。嗯。哦，终于不会抖了，刚我整个身体都在发抖，暖了起来。嗯，样样经典好吃哦，赞。哦，最后是地瓜叶啊，地瓜量超多的哦。哦，又嫩又好吃，新鲜又美味啊，所以相当推荐。好，真材实料店家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